雕塑身形健康，每天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肌力的训练，会练习到我们的腿、我们的核心还有我们的背部。准备好瑜伽垫，我们一起运动咯。今天我们要练习的是背部的肌肉。练好背部的肌肉呢，除了可以帮助你的身体站得更稳之外呢，也可以远离驼背跟腰酸背痛的困扰。我们直接趴着开始咯。将双手向前，身体向下，两只手呢先帮我叠在额头的下方，下巴微收。我们从呼吸开始，吸气感觉你的腹部鼓起，吐气再往下。在呼吸的同时，你会感觉到你的背部有一点点小小的上下起伏。保持这个呼吸，保持你的节奏，我们让身体带上来。吸气，身体上，吐气下。眼睛的视线保持看着地板，把我们的脊椎拉长。我们试着带上手的动作，将双手往上抬，再往下，上下。慢慢的加上脚，记得脚抬起来的时候是膝盖伸直的，从大腿整只脚一起向上抬，膝盖尽量不弯曲，把脚绷直。再一个，吐一口气，手放下来，将双手往后，来到大腿的外侧，我们让手跟脚一起往上抬，稍微停留，两只脚打水，上下动动，让我们的双脚活动起来，同时也让你的身体热起。将手换一个方向，掌心朝下，胸口再打开来，头微微抬起，让手跟脚一起向外开，再合起来。吸气向外，吐气关进来，再一个往外拉长，往内收，最后一趟，稍微停留。打开的手跟脚往上提，吸气，吐气往下，往上，再往下，最后一个。手跟脚慢慢的回来，把脚放松，双手回到前方，将你的臀部放松，左右晃晃。相同的动作我们要再试一次，下巴微收，额头放在手的上面，深呼吸，来到你的腹部，吐气。刚刚我们已经做过一次了，所以你应该熟悉动作了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尽量用自己的呼吸来做。下一个吸气，带上你的身体，吐气的时候往下放，我们再做几次，试着让身体的高度再慢慢的变高，至少比刚刚还高，或者相同。加上我们的双手咯，手来到额头的下方，再往下，尽量把手肘向外撑，再放松下来。最后一个，加上我们的双脚，顺着你的呼吸，最后一趟，慢慢的放下来，双手向后，掌心朝上，肩膀离开耳朵，吸口气，手跟脚一起离开地板，我们做打水。
两只脚的速度跟你的角度尽量相同，才不会让身体摇晃得太大，上半身尽量保持稳定。将手换一个方向吧，掌心朝下，脚的动作先停下来，吸气，手跟脚一起打开，吐气关进来，再一次向外开，再合气，最后一个停留，往上高一点点，放松，低一些些，往上，往下，最后一趟，手跟脚慢慢的放回来，双手来到前方，把我们的小腿弯起来，放松一下你的脚，轻松的活动一下，将臀部放松，脚放松，同时把我们的背也放松一下。接着我们要让身体呢在地上做一个翻转的动作，转动的时候要留意一下，你转身的时候身体不能整个掉下来，还是要保持用力的位置。如果没有办法双手的话，我们可以让单手撑住地板，停留好了，重心找好，再把手放开也可以。我们在中间预备咯，双手双脚一起往上抬，让身体向右边翻转，停留，尽量用背的力量，当然你也可以让手轻轻的辅助撑一下地板，让身体慢慢的回到中间，相反边向左，两只脚尽量伸直，低下的手尽量离开地板，上方的手在耳朵的外侧，不要遮住自己，将身体回到中间，放松双脚，活动一下。我们再试一趟，双手双脚离地往上抬，身体向右，腹部跟背部同时出力，将身体翻回来，往上抬，向左，让身体尽量保持在一个直线上，慢慢的回到中间来，放松你的双脚，活动一下。接下来我们要做单边的拉弓，我们把右脚弯曲，将右手经过前方往后绕，找到你的右脚，抓在小腿或者是脚踝或者是脚背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，脚踢手，让身体往上抬，底下的左手帮忙把身体再推高一点点，我们试着让身体慢慢的爬起来咯，左手弯曲撑在胸口的旁边，吸口气，身体再向上，手稍微向前一点点往上，再撑起，高度随时可以调整，觉得太多了就往下，吐一口气，先把手放松，身体放松，背放松，相反另外一边左脚弯，右手先撑在前面，我们先把身体撑起来，脚踢手像拉弓一样向外撑开，你觉得身体准备好了，想要再高一点了，手再来找到胸口，吸口气往上推，还可以再更高的人让手向前，手肘支撑，身体推起，尽量用背的力量，手是被动，不要太多的力气，吐一口气，身体放下来，将双脚弯曲放松，活动一下，接着我们要试着双脚拉弓，同时带上刚刚扭转的动作，将你的双脚弯曲，手来到脚背，下巴微收，吸口气，身体往上，不用太高，保持脚的张力，背的力量就好，试着让身体轻松的左右摇晃一下，慢慢的向右翻，让你的右肩膀找到地板，
来到一个你觉得比较舒服的位置。如果你想要的话，也可以把头轻轻地躺下来，将上方的脚再往上抬高一点点，再放下，向上，再向下，最后一趟。头先离开地板，身体翻回来，把脚放松。待会我们做另外一边。如果你发现你刚刚转过去的时候肩膀会痛痛的人，我们可以做单脚就好，或者让手放下来也可以。我们试一次，双脚出发，两只脚往上撑，身体推起。当你要翻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底下的手跟脚放开，轻轻地撑住地板，推一下地板，再让身体翻过来。底下的手可以伸直，然后我们活动上面的手跟脚，一样轻轻地向上抬，再往下放，脖子也可以放松，轻轻地躺在手上。所以任何一个手的姿势都可以，我们自己选择咯。将身体慢慢地翻回来正面，双脚弯，我们再试一次上右，选择单手或是双手，脖子放松，稍微停留，脚轻轻地向上抬，再往下，最后一个，经过中间，头抬起，相反，另外一边，脖子放松，脚上下，上下，这样身体回来，慢慢的把脚解开来，双手往前，把你的身体放松活动下，双手借我来到胸口的两旁边，吸口气，把身体推起来，膝盖弯曲，臀部向后，我们来到婴儿式，放松一下下背，放松我们的腰，让身体轻轻的左右摇一摇，晃一晃。如果你现在觉得腰有一点点酸酸紧紧的人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停留久一点点，让我们的臀部尽量去靠近脚后跟的方向，双手尽量向前延展，将身体慢慢的跪起来。我们做两次拱背的伸展，吐气，吸气向外，再一个拱背吐气，吸气向外，让身体慢慢的回来，轻松的坐姿就好。两只手借给我，来到背的后方放松，轻轻的搓一搓我们的背部，轻轻的拍一拍，将双手往上提高，向后绕，吐一口气，放松我们的身体。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做完刚刚的练习，是不是觉得身体的肌肉都变得更加紧实了呢？在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，都要仔细的感觉自己的身体。如果哪一个动作做起来不流畅，或者是你觉得有点吃力的话，表示你的身体告诉你这个部位的训练少了一点，要多做几次哦。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